你还在给孩子吃那种奶油做的雪糕刺客吗？天热了，我特意给儿子安排了汇源真朋友果汁冰沙，它属于果汁饮料，冻起来的小冰棍，不会太凉，也没有很冰，不是那种硬邦邦咬不动的大冰块，就是很细腻的冰沙口感，吃起来也不甜腻，常温还能当果汁喝。小小的一个，孩子刚好可以解解馋，也不怕坏肚子。一盒里面有6只多种水果口味，三角形的包装，孩子拿着吃也不会脏手。夏天真的太需要了。